们英雄。是无声的伤口，我放不下心中的伤手，这几个年头找不到生活的尽头，我像是一条流浪狗，樱花飘落的声音是刀尖下的沉静，温柔像或者温馨，恩怨要如何分清，梦里面怎么是你，愿望中遥不可及，命运在做选择题，面前的是有是敌，英雄谁是你的英雄，谁是你的英雄，奢侈把头颅折断，为了荣耀而战，谁是你的英雄，谁是你的英雄，谁生死看得淡，背对着江山和爱。哎，快快叫叫叫！怎么到这儿了？为了庆祝，今天要好好休息。我没钱。这怕什么？睡觉，醒了，明天自然有钱了。袁楠，这箱子，吃早餐，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赎回来的，五两银子，你哪里有那么多钱啊？你是不是打家劫舍或者拦路抢劫啊？咱们穷归穷嘛，可以坑蒙拐骗，但绝对不能拦路抢劫啊，知道吗？啊，出大事了！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。你一个连烧饼都买不起的人，哪里有五两银子？你蒙谁呀你？你自己打开看看。这是什么？银子？废话，我这不会是聚宝盆吧？放进石头变成银子了。笨蛋，聚宝盆是放银子才会变银子。不管是什么盆嘛。你哪里来这么多银子啊？就这么凭空变出来了。你不光自己抢劫盗窃，你还想害死我啊？把那么多银子放在我的箱子里面，那我就变成窝藏赃物。不行，你不老实交代的话，我就把这箱银子交给李天浩。你怎么还不来拦我啊？哎呀，你要是看见银子就主动把它送出去，那你就不叫藏尸了。没认识几天，还挺了解我的嘛。
其实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昨天晚上有人给我送信说，叫我去拿箱子，我就去了。奇怪，我的箱子怎么会叫你去拿？这个，我也不清楚。哎，你还想听不想听啊？你编，你继续编。你还是不信我说的，那我不说了。你把银子拿回去吧，送到衙门去，顶多让他们充当赃款，花天酒地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没编啊，继续说实情。其实我那天去了之后也挺尴尬的，我没有钱，怎么数箱子？那老板什么都没问我，他就直接把我带过去领箱子。然后打开箱子一看，哇，白花花的全是银子，我当时我就震惊了，立刻拿出10两银子，把它赎了回来。你做得很好，老齐没少帮我，你应该至少给他20两银子。那现在这些钱怎么办？先别动，我们打听一下谁家丢了钱。然后呢，你把他要还给人家。如果是为富不仁的大户，我们就替天行道。应该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盗窃团伙，当时护院的都在巡逻，可是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见，连狗叫声都没有。这三起案子发生的时间太相近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。干嘛？我是在想，郭书明朗丢了钱，表情一定很可笑吧？这些线索都是刻意被留下来的，盗贼想要把我引向错误的思维，让我以为是盗窃团伙。可是我想，其实只有一个人。一个人？对，一个人。毕竟时间仓促，而且他想要伪造的脚印露出了破绽，这个人绝对是个高手。那具体丢了多少呢？不知道，哥叔不愿意告知。那有没有可能是装满一个箱子那么多？干嘛？跟你有关系？当然没关系了，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钱，我能想象出最多的钱就是装满一个箱子。对啊，哥叔连自己丢了多少钱都不知道。哥叔这个为富不仁的家伙，他根本连数都没有数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所以这一次才叫汤池过来。汤池，你街面上朋友比较多，这次我有一个忙想请你帮，就是想请你帮我去调查一下，到底哪来的江洋大盗做这么大的案子。哇，你捕快都不够用了，办案都要找我。说实话，飞鹰的案子我一定要办，剩下这些连失掉多少钱都不愿意告知的人就交给你了。查出凶手是谁告诉我，我非拧断他的头，然后再绕上3个圈，一定要让他看到他的后脑勺。拧3圈是看不见后脑勺的。哦，我太激动。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其实我不用查的，我也知道哥叔明朗他不干净。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。能够帮你查案，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，真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机会。我会努力的。慢走啊，不走。真是老天爷给我的好机会啊，发财了，以后想吃糖葫芦就吃，一买还要买2串。你还没去查就一定认为这些钱是不义之财啊？那当然，这还用问？我用鼻子都能闻出这些银子的臭味了。哥叔钱庄放高利贷的，利滚利，钱滚钱，借债的人只能卖身还债。啊，哥叔的当铺呢，号称啊是童叟无欺，其实还不是欺软怕硬，在背地里啊干一些龌龊的事情。他们的钱啊，全都是讹人来的钱。哥叔的金店呢，那品质更是烂到家了，欺善怕恶，全都是一些敢做不敢当的乌龟啊！他们丢了钱，呸，活该！哇，你倒是把这些店的来龙去脉查得很清楚啊！当然了，我早就想劫富济贫，资料都已经搜集好了，但是不知道谁竟然会抢在我的前面。不过无论是哪一位英雄好汉，我都会感谢他。那你不想知道他为什么把偷来的钱放在你的箱子里？不想。
讲。有些事情说得太清楚就不好玩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些钱？先拿出一些，把欠赌场的债还了。那剩下的呢？还没想好。但现在我也不能乱花，以免被逮住了，还以为是我偷的呢。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那哪能呢？阁主公子，汤池来了。不会拿我的银子来还我的钱吧？叔哥，叔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叫的什么？见到公子岂敢胡言乱语？我当然知道哥叔的尊号了，但是你听听啊，哥叔哥这个名字多奇怪啊！你念念，哥叔哥，搞不好的话，人家以为你脑子有问题或者大舌头，那就不好了吧？所以还是简单点，叫叔哥就好了，叔哥，对吧？汤池，你答应我的事情全都搞砸了。你说，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？只要叔哥您乐意，砍我一条腿啊，砍我一只耳朵不在话下。只要您发话，我的腿马上给你。不过叔哥，你要想想，我的一只腿还有一只耳朵，血刺呼啦的放在你的家里，看着多闹心呢。所以我诚心的建议你不要这么做。啊？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？让我上车再说吧。啊？你这小子怎么能坐哥叔公子的车呢？让他上来吧。谢谢。谢谢。怎么，身上有虱子？虱多不痒，债多不愁。你说你有解决我们之间问题的办法，我倒是愿闻其详。其实这个办法古来有之，也不新鲜，但是呢，最简单、实用、快捷、方便。哦，不会是打打杀杀吧？哎，叔哥叔哥，暴力是最野蛮低等的手段，而我的方法呢，是最文明儒雅的，就是还钱。我令你赌场损失了多少，我就全赔，你看看够不够？要是我说不够呢？那我就再加，加到你满意为止。汤池小哥，几日不见，你怎么变得财大气粗了呢？哎，对了，我家发生了窃案，不会就是您的手笔吧？哎，叔哥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昨天晚上我一晚上都在花满楼喝酒。踏剧队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替我作证。也许这银子不是汤池偷的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一向对事不对人，既然钱赔上了，我就不必为难你，不送。叔哥，这个银子你要不要验一下？怎么了？给你了。这好多的银子啊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给你。叔哥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你？啊？叔哥，我知道你们有钱人的口味都比较奇特。你不是看上我了吧？我的确是看上你了。千万别啊，叔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洗澡，而且我的脚特别的臭，你考虑一下。到我手下来做事吧，这些银子是第一个月的工钱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叔哥，你吓死我了。赌场的事啊，我真的不懂。踏驹队给你多少，我就给你三倍，如何？哎，对不起，叔哥，我从来不进赌场。告辞。哎，汤池这小子不简单，如果偷银子的人不是他，那么踏驹队还隐藏着其他高手。Thank you.
便戴什么都很好看。谢谢你啊，童妈。你看看，有你。那边，走。要看这个最适合您了。哎呀，你花痴啊！我们逛街不花钱的，一个花痴，一个白痴，一个都不让人省心。一个花痴，一个白痴，一个不让人省心的是谁啊？那个谁呢？那个谁上哪儿了？他往那边去了，白痴。嗯，建雅。你们两个负责继续跟踪他。哇，那您呢？我负责在暗中保护你们。谁想过年就直说嘛。哎呀，去吧去吧去吧。贵妃。参见贵妃。贵妃娘娘。进来吧。谢谢娘娘。给贵妃请安。我是你姐姐，行这些礼数干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浩儿，我有些事情。你出宫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？皇上，他并不知道。你没有带随从，你是私自出来的。浩儿，最近凤翔出了一件大事，这件事情跟我有关。原来如此。什么意思？最近凤翔发生了一系列大事，姐姐你又私自出宫来到凤翔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姐姐你和飞鹰被刺一案脱不了干系，我怀疑这幕后的主谋就是哥舒明朗。所以事到如今，我只能来找你。看来果真是你派人刺杀飞鹰。对不起贵妃，我必须要把你抓起来。你想抓谁？我的姐姐贵妃，她派杀手刺杀飞鹰。你有吗？我没有。说真话办实事，从小您就是这样教我的。我看你是自以为是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难道他就不应该吗？天浩啊，你也不想一想，刺客为什么要指认我？贵妃为什么要到你这个小小的县衙？你中了别人的计，你差点上当了。哎，王爷，皇上驾到。万岁！哎，怎么样啊？朕的球技还是不错的吧？哎，天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走，陪朕踏蛐蛐。你这怎么了？没事。贵妃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，爱妃平身吧，起来起来。皇上，嗯，贵妃得知皇上微服出访凤翔，思念心切，无时无刻不担忧皇上的安危，所以私自出宫追随皇上，望皇上
念他真心一片，饶了他的罪过。爱妃有什么罪过？臣妾独居深宫，思念皇上不得见，进入范县违抗圣意，只为见到皇上一面。见到您圣体安康，请皇上降罪，也在所不辞。哎，你们这帮人说话太深奥，朕啊实在很难懂。天浩，走，我们太君去。哎，皇上。嗯，在下有公务在身。你有什么公务比踏居重要？抓一个重要的犯人。嗯，抓犯人？这个犯人是你身边的人。哦，谁啊？他犯了什么罪啊？是我姐姐贵妃，她派人刺杀飞鹰。他刺杀飞鹰？哎呦，贵妃能刺杀飞鹰，这都是哪儿的事情啊？他的事情朕知道，无非是因为思念朕，私自出宫。朕这次来啊，就是要把他带回宫去。可是，嘘，什么可是可是的？走走走走，踏居去。喂。臣妾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朕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臣妾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。你派人刺杀飞鹰，朕早已经知道了。你私自出宫，为的就是做这件事情。飞鹰那天见皇上的时候，臣妾全都看到了，我才明白这三年中您对我的冷落都是因为他。我愤恨，所以我才不择手段地做出了这样的事情。请皇上随你惩罚我吧，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你明白我爱你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朕的每个心思都有人想窥视，每个做法都有人想控制。现在连你也变成这样了。皇上，对不起。起来吧。朕知道朕对你的冷漠把你逼到这步，朕这次来凤翔为的就是把你带回去。朕的女人不能成为阶下囚。臣妾不敢求圣上垂怜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死而无憾了。别说傻话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心里难道只有一个他吗？他是个平民，怎能配得上天子至尊？身上香粉的味道。哦，
你跟我这边走。哎，你别说，关键时刻你的狗鼻子还真管用。你就不这么夸人了？哎，有人，走。贵妃怎么会来？她不听我的。那你听我的吗？孩儿一直听您的话，替您办事。皇上呢？皇上怎么来这里了？这个孩儿确实不知。你恣意妄为，把事情越闹越大，现在把我家里人都牵扯进去，连皇上都来了。皇上来得正好。你听着，你只需要按照我的吩咐做就可以，不需要自作聪明，擅自做主，步步为营，连我都没想到的事情你都干了。父王，我会证明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。各书明朗，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你会害死你姐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姐好。是为他好吗？姐，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？会让人及时的进来救你，但是这样你就能挽回皇上的心，也就能洗脱你雇凶杀人的罪名。我真的不会死吗？一个死了的你对我毫无用处，我还要你继续待在皇上身边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但是你不能再爱着他了，因为你爱他，就会背叛我。
在帝王家也不怎么样，几句话听不入耳吧，就悬梁自尽啊！他们有钱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玩啊？贵妃是歌书明朗的姐姐，这个关系很复杂，我还没理清楚，我要好好想想。不过凭我这个聪明的脑瓜子是不会想不出来的，你说对不对，陶瑶瑶？陶瑶瑶，太厉害了！没生在帝王家，我的命也够苦的。遇到只猪，爱妃，爱妃，爱妃，你怎么就这样离这而去？居然没有死，王爷给了我一条生路。歌书明朗，你教唆贵妃刺杀飞鹰，又让裘然克指认我，然后又让贵妃去找天昊自投罗网，引来皇上。你以为你机关算尽，但我只要留着他的命，你就不得不认。我无话可说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爱妃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你姐死了。我姐不会白死，我让她来是为了引皇上来。你的心难道就不疼吗？所以里面那个人一定要死。就因为我姐死了，我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所以这次的行动绝对不会失败。我一定要动手。你敢？只要本王在一天，就没有人能在本王面前杀死他。他会死，但只能死于天火。他现在就在里面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等所谓的天火。歌书明朗，你以为你能帮得了我吗？你的计算只不过是雕虫小技，你只需听我的。哎，汤池，汤池，昨天晚上是你送我回来的？当然了，不是我还有谁啊？哎呦，别睡了，咱们还要跟踪贵妃呢。哎呀，大姐啊，贵妃也是人，人都要睡觉的，一大清早去哪里跟踪啊？哎，你也睡吧，啊！哎呀，
那不是了，起来！哎，睡觉啊！起来！哎呀，一起睡了！哎呀，起来！睡觉啊！起来！哎呀，起来！不用去了。啊！哎呀，贵妃已经死了，死了！皇上今天已经回京，送他入殡。不对啊，他昨天晚上是上吊自杀了。可是后来又救活了。对啊，我昨天还听见他对皇上说什么：“我在你身边，但不能爱你，我宁愿去死。”他真的去死啊！哎呀，太悲惨了，就这么没了。哎，算了，反正这件事本来也和我们无关的。哎，你们一定忘了今天是个什么大日子了。你娘真是的，我生日。行，什么大日子啊？今天啊，是踏军队入队的大日子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对，我也忘了。对呀，今天赶紧的，快快快，快让爷去呀！慢下子，走，快去，快去呀！等我一下。哇！哇哎，你看那边的好。集合！哎，集合，集合，集合！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哎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哎，集合，站好了。以后，这里就是踏军队的宿舍。哎，教头，教头，教头，我要这间。阿弥陀佛，我想在这间房里念经。哎，教头，我反映一个情况。这猪毛的脚特别臭，能熏死苍蝇，我不要和他一屋。哎呀，别闹了，那是因为你就是苍蝇，你跟他一屋。别闹了，我才不跟他一屋呢。分配房间由我来指定，猪毛、王冕，你们一间房。教头，兄弟，嫌老子脚臭，你就每天给爷打洗脚水吧。滚你的！好了，侯传明，你和方展禅一间房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看来你非得跟我一个房间了。嗯，我不要和唐池一个房间，我不要和唐池一个。唐池。陶夭夭一间房，曹陆生、宇文南、杜清、田光、李山、李水，好了，就这么决定，大家先上去休息一下。老夫，我们这就走。教头，什么事？我不能和别人一个房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病，我常常梦游，一到睡着的时候就四处乱走，有时候还走进厨房拿起菜刀切西瓜吃。我怕一个不小心就把汤池的脑袋当西瓜给切了。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烂的借口。教头，我可以证明，上次我在陶瑶瑶家过夜的时候，他确实拿着把菜刀梦游。那陶瑶瑶，你自己一间房。谢谢教头。记住，以后睡觉的时候把门关好。知道。汤池就和曹陆生一间房。好。宇文南嘛，报告教头，我还知道汤池的一件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你先说。你知道什么？我上次在汤池家过夜的时候，汤池睡觉总爱说梦话，很容易就说出什么秘密。我的嘴巴比较严，我愿意和他一个房间，帮助他保守秘密。我说梦话。好了，宇文南、汤池，你们一间房。还剩了一个单间，曹陆生，你去住。哦，好。大家赶快去上楼休息，一个时辰之后下来集合。是是。好，教头。哎呀，教头，你看那边啊。哇！咱出门。过来。哎，我问你。我什么时候说梦话了？我是在救你，你还不知道？救我？对呀，要不然你又和曹陆生一屋了。那又怎么样？
他有脚臭。真的假的啊？我怎么没闻到啊？当然是真的。那如果你不信，我去住单间让他过来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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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梦话，我最怕脚臭。喂，你那狗箱子放哪儿了？老地方，秦记当铺啊。那里面的银子你都一起当了？对啊，怕什么呀？谁会想到一个当了五两银子的木箱里面有那么多钱呢？哇，你当别人像你一样白痴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除了说梦话，我还梦游呢。这次考核虽然你们通过了，但是还是要再接再厉。好，夭夭，继续努力。情节若实现，为你独自的顺延，杨柳叶为你醉了千年。情愿从此做你的影子，做你的影子，誓言眷恋你的故事，万年缠绵绵断线，为你此生的难眠，一江思念源源不断的情节，情节临别还是做你的影子，做你的影子，忘却泪珠已经不止，习惯都在你心间，看不见的地点，或许你已经消失如梦。